大家平安，我是爱晨的大姐。首先，我想谢谢各位今天来到爱晨的追思音乐会，和我们一起用爱晨最热爱的音乐来纪念他。我谨在此代表我们全家家属衷心感谢各位。关于爱晨的突然离去，我一家人的心中的悲痛真的难以一一诉说。我们一家人日念日夜的思念着他，每当回忆起他的模样还有声音，我们真的是很痛。今天是爱晨的人生毕业典礼，作为姐姐的我，即使心情太沉重，也很痛。可是，我还是想为他说几句的话。我也希望通过我的话，能让大家更了解，离开我们家的他是那么的优秀，他是一个充满大爱的大男孩。我的弟弟爱晨他一直是一个最简单的人，也非常单纯，他没有太多的弯弯绕绕，他对很多事情的态度都是坚持，坚持到最后。因为坚持，因为专一，他4岁到40岁最热爱的一直都是音乐，从来没有改变过。同时他也是一个做什么都非常专心的人，做音乐很专心，爱家人爱头痛爱朋友都很专心，爱神做主公做公益他都很专心。爱晨这样简单又坚持的性格，让他来台湾追求音乐梦，这个20年当中屡屡受挫，但是他从来没有讲过他要放弃。作为父母还有兄弟姐妹的我们，看到他受挫虽然很心疼，但我们没有从来没有劝过他放弃对音乐的爱。这就是我们一家人的默契，因为爱晨对音乐的爱实在是太深，我们无法视而不见，我们只能尽我们一切所能的来支持他。这20年来，爱晨回家的次数并不算多，但是每一次他回家，能和他聚在一起的时间，我们一分一秒都不能够放过。我们总是彻夜长谈，都舍不得上场。我今天早上跟我自己说，今天下午我要为爱晨来说几句话，我绝对不可以哭，我要做得好好的。但是我还是忍不住。他每次回来的时候，他总会跟我们分享他在主里的新领悟，也不断叮嘱我们，告诉我们要走正确的路，走在神的道路上。以后我们一家人都要在天家相聚，因为有主，即使我们一家人长时间的分开两地，没有办法在一起生活，但神的话语一直都把我们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。感谢主，我们的感情从未简单过，反而在主爱里更加的彼此相爱。对我们来说，爱晨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骄傲，这和他有没有成名，发过多少专辑，有多少歌迷，那都没有关系。他仅仅是做出他自己爱他所热爱的，坚持他的梦想，他就已经是我们一家人的骄傲。
我们都为拥有他作为家庭的一份子而感到幸福。当然更让我们感到骄傲的是，他心中一直都有满满的爱，他疼爱家人，关爱朋友，对有需要的陌生人也从未吝啬过他的爱还有他的善意。他把源自于神的无穷无尽的爱意善意都传扬出去，给身边的人非常多的善意，当然也同样的他也获得了很多的爱。就如同今天看到这么多亲友关心爱护的疼惜爱忱，这是我们一家人最大的安慰。近几年来，爱晨用自己的故事触动了很多人的心，用音乐抚慰了很多破碎的心灵，也将很多人带到主的面前。他全心全意地做主公，做基督的精兵，而如今他已经打了他完美的一战，凯旋地归到天津。我们虽然不舍得，但我们深深相信爱晨已经到了父神那边了。他在天上将会拥有自己的永恒舞台，从此可以只为了热爱而唱，为荣耀主而唱。爱晨在地上的工作已经完全了，他的灵归到天家，他的音乐、他的爱、他的精神将永不止息地陪伴着我们，仿佛从未离去。我们这样深切地相信着爱晨的一生，因为有很多的爱圆满的成了。我们期待着在天家与爱晨再一次的重逢与相聚。我想请我的弟妹们一起上来向大家致谢。我们也给爱晨家人最热烈的掌声，来代表我们满满满满的爱。再次谢谢大家，接下来将由爱晨的弟弟爱翔带来一首由爱晨作曲的歌，耶稣，以此纪念我们亲爱的手足。好像啊，天哪，好像爱晨哦。尖叫声在哪里？今天的这首耶稣送给天上的哥哥。想到爱就想起你，好想都忘记，在我不堪中仍就此隐形，心情都过去，当追求爱就找寻你，不说出委屈，释迦免冤仇，百姓罪恶重，救赎我和你。哦耶稣，哦耶稣，让我与你共舞，哥哥他山间，加利利湖边，浪漫爱恋。哦耶稣，哦耶稣，让我与你共度，多只待几年或是待一天，我们再相见。我们一起来开口唱好吗？从头开始唱。后爱就想起你，好想都忘记，在过不堪中仍就此应许，时间都过去，当爱就爱就找寻你，不说出委屈，释迦免冤仇，百姓罪恶重，
救赎我和你。一起开口大声的来唱。哦耶稣，哦耶稣，让我与你共舞。我们一起挥手好不好？哥哥他山前，加利利湖边，浪漫爱恋。哦耶稣，哦耶稣，让我与你共度。不知还几年，或是那一天，我们再相见。第三次，我们要更大声，好吗？想到爱就想起你，好像都忘记。我们站起来唱吧。在我不看重，仍旧此应许，事情都过去。当追求爱就找寻你，不说出委屈。是加冕冤仇，百姓罪恶中，救赎我和你。大声的来唱。哦耶稣，哦耶稣，让我与你共舞。哥哥他山前，加利利湖边，浪漫爱恋。哦耶稣，哦耶稣，让我与你共度。不知还几年，或是那一天，我们再相见。哦耶稣，哦耶稣，哦耶稣，让我与你共度。哥哥他山前，加利利。哦耶稣，让我与你共度。不知还几年，或是那一天，我们再相见。最后一句，不知还几年，或是那一天，我们再相见。不知还几年，或是那一天，我们再相见。拍手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。哈利路亚。